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3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前都爱食五百、睏五百，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都爱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咱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比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困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的休困啊。等于厝的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5度的时阵，感觉讲呢喘气喘袂离，会晕会狂，心花头跑不出来，啊，佮有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来叫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份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特快车》，我是文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啦，指数果然大涨，厦门的全市场敢有人不知道今仔日大起的？你也看我这幕，你绝对知啦哈！不是今仔日大起才知，我老师今天台北股市大涨，因为昨天美股大涨。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今天开盘就将近5分钟就200点了啦，请问你告诉我，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今天买股票赚钱哦。今天开盘5分钟就几乎最高点，到收盘变146点。我想问各位问题啦，你头前若无买，借问你是要哪赚钱？阿翔的股票全部拢是妖，每一只都妖股啦。你可以去问魏文老师，哪一只不是妖？我所有股票都飙到分盘交易啦，没有半档不是啦。老师啊，有一档啦，我待会跟你讲哪一档啦，就是赚最少的那一档啦，唯一没有飙到分盘交易的啦。所以你说老师，你的会员到底是赚多少钱？你可以去问会员嘛。每一只都喷翻天了啦！我请问各位，有谁不知道今天台北股市会大涨的？我顶礼拜的预告啊，我讲啥？这4个字礼拜来，你搞个来，自己念一遍：指数必涨。我靠！跟你模棱两可，为什么大起？我都跟你讲原因啊，有无？笑问的，你敢有看给人分析分析呢？老师，电子股跌翻天了啦！要翘起啊！我救人哦！我跟你讲什么？会让他们原因在这里，我不解释了哈。会让他们暂时恢复元气，所以一定涨。我问你一个问题啦，有没有大涨？可是你会发现哦。来，我们来看指数哈，不管是这一天的涨跟这一天的涨，意思是一样，都是跳空大涨哦。你是来不及反应的哦，杀的时候你是不敢买的。老师啊，天天都在暴跌啊，套个派给再买股票啊，有没有？然后它涨哦，直接跳空大涨，你连上车的机会都没有。跳空大涨，你连上车的机会都没有，你要怎么做啦？喜欢在外当周立的客说啊，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因为只有我的股票会喷嘛，对不对？我们股票都是妖啦，为什么今天要开放体验？来，有实力就能找到下一档，就可以一直赚，其实它没完。你们有发现吗？我股票一档一档接一档，一棒接一棒，一直喷一直喷，喷没停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找到新的喷射大魔王，全新的刚要发动的喷射大标股。哦，我有找到新的，我再跟你讲啦哈。你想要买标股，你要跟上脚步哈，因为我只会带你买真正会标的。什么叫真正会标的？你看下去就知道什么叫真正会标的。我只带你买真正会标的啦，各产业涨幅冠军第一名，不小心都会变成我的股票。为什么？我的股票就是标到最后啊，它会变成主流，它会变成全世界最标的股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掌握的是未来长线的趋势，我们掌握那个，我们买那张股票不是乱买。举例
解封概念股，我买就是买大绿，全市场最标，标快两倍，哦，有没有？然后节能减碳相关，全市场最标，绿电、网通，全市场最标，易通展，弄全市场最标哦。你告诉我哪一档网通股比易通还易通？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易通展，今天差点涨停板。好，我没有在看一天两天的啦。你不过老师今天涨停板哦，今天大跌，今天涨多少钱？我没有在看那个的啦。当你股票赚到快发疯的时候，你在等的是什么？它变成妖股啦。来，阿来知吼，必涨啦吼，好知啦吼，我有预告啦吼。啊，其实我没有这个问题。台北股市大跌的时候，你敢买吗？台北指数没有涨的时候，你敢买吗？你买好了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赚钱无？你若无赚钱，我凊彩你，我真正凊彩你，我叫你买，你就买就对了，就简单嘞。那为什么我来？老师，你买啥？我买的一定是未来长线的趋势，因为我会当这里的靠山，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老师啊，你要当我的靠山，那你的靠山是谁？我的靠山是政府，安尼知啦哈。储能加风电加太阳能，想那袂当买？来，哦，我到昨天还在跟你讲哦，你恐惧的时候，巴菲特又贪婪了，通膨该怎么办？进场买什么？你那边想，巴菲特买什么，我也跟着买什么啊，就是这么简单。应该说，我买什么，巴菲特也跟着买什么，也可以的啊、哦。来，请问拜登政府砸30亿美元在做什么事情？新能源。请问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当你可以掌握对的趋势，然后去买到对的趋势里面的股票，你就很容易赚到钱。那如果你不只能够掌握到对的趋势，还可以买到里面最标的股票，你就会变成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哎，老师，你的股票都全市场最标，哎，来，这是今天的消息了哈。经济部说规划绿电零售市场哈，政策在做多了。哦，公阿伯就是安尼啦，我唔免解水啦。老师，你刚才讲说你的股票全部飙到分盘交易，有没有？没有的，有，只有一档，会员赚最少的股票，会员赚最少的股票，我所有会员全部都大赚哦，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哦，赚最少的哦，因为我在这里卖啦，哦，所以为什么我不公开？我总不能卖了，我在公开你看，你看了我的股票都会飙，然后你们结果你们去买在最高点，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哦。我卖，我必须要告诉你，我卖了，我卖了，我不会希望你去买，好，我也不希望你套牢嘛，我也是希望你赚钱嘛，在探熊借尾，回完探熊借尾，回完探熊借尾，好，阿哥来，请问有哪一个人没有赚？我都是在无赚的，无赚，拜托你举手好不好？哦，不是大家都说美国宽频大基建台厂大赢家吗？最近不是有一大堆人跟你讲网通好强，网通微标，结果所有网通都比大盘强。但是都不会飙，我喜欢猛力姐问题啦，这个叫会飙吗？它比大盘强哦，台北股市不知道跌到是，如果是18层地狱，不跌到哪里去了、哦？它这个算强哦，它这算强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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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强哦，我买强有什么屁用？我讲白一点啦、啊，我来市场准备赚钱，我管你指数要跌跌几点，我再讲句实在话啦，你指数要涨要跌，你指数要跌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我就是要赚钱嘛。我借问啊，我倒是来无赚的，无赚举手。没有赚举手啦，没有赚举手啦。大长多撤。大长多的超级大标股啦，我要说什么？哦，所以结论来了嘛，探熊就有啦，唯一没有分盘交易过的啦，赚到快发疯了啦，赚到快发疯了啦！啊，你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吗？哎，前面这个绿电我是不好意思讲，我那是涨太多倍了，涨五倍啦！哎，我想要解释，我不想解释啦哈、哦。你会发现哦，很奇怪哦，你的股票都变成全市场的冠军，这三档股票我都有推荐。这三档股票唯一我没有买的就是三副我在跌停板的时候跟你推荐的我没有买，因为我只会挑第一名，所以我只有买大略跟绿电。我讲完了哦，不信你可以问会员，我们操作的股票是不是大略跟绿电跟一通展跟这一支股票？
全部赚到老的，赚到屁屁喘的，不是赚到老的，但是赚到屁屁喘的，有没有？那为什么他会飙？为什么他会飙？我从头到尾看法没有改变啊、哦、他是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变成妖股，但是有机会变成妖股的啦，今天又喷了啦、哦、涨啊，打到月线，你会觉得很奇怪、哦、我从头到尾没有叫你去追高过、哦，因为老师啊，这前两天创波段新高，我有叫你去追吗？保证没有啦哈。可是拉回来可不可以买？我昨天也讲得很清楚，这拉回来你不用担心，还是可以买。请问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大涨？今天有没有大涨？今天有没有大涨？那请问你告诉我，我买什么？我没有讲得很清楚。我所有会员在收到我 call 讯跟着我操作的时候是很安心的，因为我会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去买这只股票。所以他们都知道、哦、这只股票未来有多好，就算我没有当下没有马上讲，我以后也会告诉他们，所以他们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问各位问题啦，你看你去哪里找一家公司哦，不是4倍 4.6 倍 19.6 倍 8.5 倍，接下来这个是8到9倍，再来是14倍，再来是450倍，我告诉各位，你等着看好戏。什么叫做妖股？什么叫做妖股？来，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担心？老师，昨天跌呢，跌你还跟我讲，讲的好大声呢，有没有？来，621一通展公布利多了，不是公布啦哈，公布他第三月份单月的获利啦哈，被强迫公布的啦哈，800里捷报，这今天最新的消息啦，昨天晚上嘛，给那啦，给那来，刚公布三月单月大赚0.42元。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做0.42元？我给你看一下哈、哦，别人在报喜讯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啦？哦，网通厂回神，合情控起机报喜。好、哦，他们是一季三个月赚这么多，你三个月才赚这么多，才赚这么一点点呢，你报什么喜？为什么今天起机会跌？你知道吗？他去年赚的比现在还多啦，你在报什么喜呀、啊？你三个月才赚这样子，人家一个月就赚这样子啦。你乘以三是1.2、1.3呢、欸，哎、欸，我假设啦哈，我的获利会是你的2倍，那我的股价只有你1/2，那合理吗？你觉得谁的股价太高了，谁的股价太低了？好，我们不要管他们好不好啦，因为我也不会买这些股票啦。来，刚公布三月单月大赚0.42元，换算成一年等于是5块钱以上。为什么他可以赚这么多钱？老师就恐怖，一个月赚4角，一年也可以赚5块以上，为什么？你换算成一年就是这样子嘛，那一定有条件的嘛。如果这家公司刚好走在产业的爆发阶段，那就不得了了。你会发现最近台钢全部，台钢集团全部都喷出，对不对？什么金钢啊、龙钢啊，拍水锅都没背，我只买第一名的公司，好不好？如果他的产业刚好走在产业的爆发阶段，那我请各位参考一家公司，他叫做智邦。他从以前的赔钱到赚钱到变大赚，现在没有人觉得他是不好的公司啦齁。他以前也赔过钱啦齁，甚至连赔好几年的啦齁。哦，股价呢从25块，股价从25块喷到350块，股价从25块喷到350块。你去看他赚4块多、赚5块多的时候，股价是多少钱？那个时候是他几乎最高点啊。现在赚的更多，股价反而没有更高啦。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高峰期已过了。所以回过头来，如果他刚好走在产业的爆发阶段，你觉得他涨完了吗？他也刚好从20几块飙上来，现在才40几块。当一档股票走在产业的爆发阶段，它可以从这里涨到这里耶，这几倍？这几倍？你跟我讲，14倍啦！你说你这个算什么啦？好不好？那如果它真的刚好搭在产业的爆发阶段，那就不得了了，好不好？哎，现在一个月可以赚这么多嘞，好恐怖，对不对？吓死人，对不对？那我请问你有没有赚到钱？回过头来，老师，你都叫我买股票，顶礼拜讲的必涨，来再看一次，指数必涨。我有没有跟你模棱两可？我有没有跟你展？我如果假如有可能未来，没有吧？哦，然后我跟你讲，这股票永远是全市场最飙哦。我买绿电，绿电飙到全轰动全市场哦。解封概念股飙到轰动全市场，
网通飙到轰动全市场，哎，还没飙完就已经轰动全市场了啊！赚最少的我先卖掉了哈。你不能规定我不能卖股票吧？拜托拜托，你可以去问会，每个人会都卖掉了。来，台股内资控盘哦，投信连十五买哦，要做多。我什么时候叫你做多？上礼拜就叫你做多了啦。法人不悲观哈，另外再看一下。我请问各位，问你哦，上礼拜台股在暴跌的时候，你怎么不买？哇，狂线你怎么不买？学习你怎么不买？全球连环岛你怎么不买？利空夹杀有没有？有没有？股会崩跌你怎么不买？你跟我讲，今天台北股市大涨200点，你要买？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没有预告吗？我没有讲在前面吗？我的股票没有飙到轰动全市场吗？我敢说我的股票全市场最飙，有人敢说他比我还飙吗？我说我第二名，有人说敢你第一名？既然还有人说他第一名，笑死人了，真的笑死人了！你们赚5%8%，这边这第一名，第一个有个鬼扯淡。哦，老师要做多什么？老师，我们知道现在要做多，我们知道要做多，那要做多什么？我直接讲一个最简单的啦，你要做多就做多全市场。应该是要这样讲啦，你要做多就要做那个、哦、背后有靠山的啦。老师，我你好阿可啊，向好那好你可，进户好你可，你买政府会做多的啦，政策在做多的啦，加上未来十年是倍，未来会十倍成长的啦。当你买一个产业趋势向上、未来会大爆发的产业，你就不用害怕；当你买的这个产业刚好又是政府在扶植的产业，更不用怕。我就是要带你买这个。而且这不用等政府，不用等政策做多哦，不用等未来大爆发哦，他现在就大爆发给你看。现在不是5倍就是10倍啦，你找得到哪一家公司现在是5倍10倍？这五倍十倍都起跳而已哦。然后接下来，所以我不敢跟你预估，我像我一通长可以跟你预估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家我没办法预估。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合理的数据可以去预估它未来会成长几倍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我 anyway， 反正我是没办法预估就对了啦。现在5倍10倍都是起跳而已啦。我讲的是现在你看得到的哦，你现在看到就是5倍10倍。然后接下来要这个，啊，还有其他的利多，哦，我其实我都有讲，但是我节目上没有讲啦，我节目上没讲过啦。下。应该是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应该市场就会有消息。来，4月，好，我们不要讲太远。老师啊，你讲的是这掏钱最近好，那你说的这是未来好，那你说的这个是大未来好，那我们讲比较近一点的，5月要公布4月，4月先挑战10倍再说啦，不会很难。好，那为什么我要做多？很简单嘛，储能系统黄金10年要到了嘛，好，未来产业全球要翻20倍。然后我们的工研院的院长他说什么？要布局储能低碳材料嘛，反正就是新能源节能减碳啊，对不对？因为政府要大力扶持。好，再来，这我讲过了，我们中间都不用看结论，只看结论就好，因为我会直接下结论了。长多格局来了，长多格局来了，新能源会旺很多年哦，其他的我就不讲了，不解释了哈。这很晚哈，这波的结束啊，所以我不爱黑呐。后面鬼台就拢已经拢讲过啊，我前面都讲过了，好，全部跳过，全部跳过，我们直接讲结论就好。来，我们讲新的就好。来，这是今天的新闻呐，哈，欧盟，这是最近刚刚哦，前几个小时前哦，欧盟硬起来，您6个月内逐步摆脱俄罗斯。他讲的是能源呐，那我问各位。凭什么？你怎么摆脱俄罗斯？他从头到尾没有跟你讲说怎么摆脱哦。欧盟有27个成员国，好，来，他如果要摆脱俄罗斯的能源，好，不好意思，你这27个国家政府就要开始大举开发新能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除了欧盟要开发新能源之外，欧盟以外的国家要不要开发新能源？要吗？全世界是不是要开发新能源？要嘛，对不对？所以什么会大爆发？而且那个爆发力会非常惊人。你买这就对了，后面如果股票会喷5倍、喷10倍、喷20倍，都在这。好，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我就是要带你买这一种的。
你去看巴菲特现在要买什么啦，你去看拜登政府现在在做什么啦，你看政府现在在做什么啦。所以我讲的东西是非常有把握的。为什么我们的股票通通都是腰？你只要掌握对的趋势，你探美完啦，真的探美完啦。今天老师今天一通涨又涨停板了，明天再又改写波段新高了啦。是要怎么买腰股？之所以叫做腰股，我讲过了嘛，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它会飙到哪里去，尤其是一个产业营正在爆发成长的阶段。我刚才讲过了嘛，请参考智邦它是如何从25块飙到350块的，我讲完了。好，你没有跟上的这一支你一定要跟上。为什么？我现在跟你说我头前股票赚多少钱没路用啦，我只能跟你讲这是最劲爆的消息啦。喷射大魔王，为什么叫喷射大魔王？专心的啦，老师你的股票喷个变变叫不是十几张，你买二十几张，你买就是三四十几张，你买有没有、哦、这赚最少的、哦、怕死人怕死人怕死人，大家都怕死人。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哪一个人没有赚？哪一个人没有赚？哪一个人没有赚？全新的，我现在讲那没有用啊，因为你不敢买嘛。那我买全新的，刚要发动的，准备走大波段的喷射大标股。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开放体验？我就希望所有人都赚得到钱啦，最劲爆的消息啦，我就马上想要跟你分享啦。天，我只能跟你讲，真的是会轰动全市场哦！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赚，所以我们今天开放体验。想体验的，你先来试试看，看看我们的股票到底有多会喷啊。老师你的股票到底有多会喷？难道你没看到吗？到底有多会喷？你来帮阿雄做见证啊，你来当我的见证人，你就知道有多会喷了啦，这样可不可以？老师多会喷啊，老师多会喷 啊老师多会喷 啊老师多会喷嘛。你看得出来台北股市已经跌3000点了吗？跌快3000点了吗？我所有股票全部喷翻天，我所有股票全部都大赚，全新的刚要发动的、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开放的原因、啊、小心喷到无法无天，震撼全市场。今天只要有来的，我还是强调一遍、哦、赚钱真的好简单，因为贴丢都探，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喷射大魔王。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全新刚要发动的，你今天来电马上体验。什么叫做全新刚要发动的？18块的绿电喷到100多块，这是还没喷的一通展，这是还没喷的大绿、哦、喷了 1.8 倍。我跟你讲的都是开始哦，全新的刚要发动的，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今天来电马上体验，赶紧打电话，我们一起来体验，我们一起来大赚。还没大赚的电话只要拨得通，直接跟你分享。进广告。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188专案，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Cobre a boca para tossir. Máscara. Não rela em mim. Lava a mão. Ué!快车，欢迎张威到现场哦！你还没赚到，你赶快来！我只问各位问题啦，我哪一档股票让你没赚到钱？我现在要买新的，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赚得到。好、哦，你一定要跟上喷射大魔王，转新呢刚要发动的喷射大标股，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赚。今天开放体验最劲爆的消息，最劲爆的股票。想体验的你先来试试看，看看我的股票，我们的股票到底有多会喷。老师你们股票多会喷啊，多会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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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只都这样子喷，喷到全市场都在讨论。好，下一只全新刚要发动的喷射大标股，它叫做喷射大魔王，今天开放体验，今天来电马上体验，还没大赚呢，今天通通都可以体验，只限今天电话拨得通，转播是你的，主管周志立，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